自作用剑，你这宝贝我都救不了你。有一个人叫做越王狗剑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应该是假的，他为自己解脱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左边那个四个字已经很明了了，自作用剑，紧张了，不是刚才自己开挖掘机挖的了，现在开始说假的了。首先别抖啊，别紧张。好，反过来，你准备去自首？不行，自首也是三年。同学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哎呦，这东西可是真的，天长地久啊，兄弟！天长地久，这东西真假的话，你比我清楚呀、啊。你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？我不清楚哎。战国青铜剑，命都不要了。直播间的任何人都保不了你。朋友跟你啥关系？好朋友。关系好吗？好朋友。想不想给他弄你？不想。不想是吧，大哥？战国的一把大宝剑，上面呢还镶嵌有和田玉。镶嵌的和田玉的话，一般都是诸侯级别才能用的。王侯，王侯级别你知道几年吗？王侯级别不知道。拿起来，大哥，就你这把剑呀、啊，至少七年起步。朋友关系好不好？还行，还行。这七年准备怎么分？是你自己做，还让他自己做，还你俩分呢？让他做吧。看出来了，真是好朋友啊。哎，这个怎么感觉像假的？汉镜似如似魁，汉镜。这个能不能特别底啊？啊，就是要做，就是做到底。哎，这手电筒也好，兄弟。我看这手电，你看这手电筒跟普通的不一样，人家的手电筒都是那种，就是散光，你这是聚光的，这个照射性很强。就是这几个铜镜也是汉代的。这个我不太清楚。老婆，谁比较清楚一些？那这些东西我给你个小建议好吗？以后有任何人问你，你就说你没来过，好吗？关注我了吗？关注了，关注了。取关一下吧。好好好，行行行，你兄弟啊，谢谢谢谢，好吗？谢谢。听泉鉴宝之立功。三号。来，直播间的兄弟们都截一下图，立功的时候到了啊！直播间的兄弟们截一下图，立功的时候到了。想往上走的啊，都可以截截图，好吗？哎，再拿出来看一下，来，让他们截得清楚一点。你看看啊，兄弟们，这个纹路少说20年，用这样的宝贝多上一上，但是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能看到你，好吗，兄弟？有馒头赚，得有那个花呀！你光赚馒头花不出去有什么用？你当时弄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弄断了呀？没有断啊，这个本来就完整起来的。这两个龙头，你哪里人？广东的。你要是北京的就好了。广东那边，说实话，哎呀，这功劳只能送给别人了。这个东西估计都到汉代，对吧？你应该清楚吧？我肯定清楚啊。你毕竟是亲身体验过的，我们毕竟是理论派，你是实践派，我是考古保护。咱们是为了什么？为了馒头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为你最后再舞一曲，好吗，兄弟？就相当于给你送行了，可以吗？送别了，好吗？我满足你个小愿望，你有什么心愿吗？想看美女。好。行，好，那个有什么话要对家里面人说的，先去说一说吧，交代一下啊。